你现在观看的是乌娜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乌娜流。那我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下我宿舍用品的一些整理，一些杂物们。因为最近都是我们大一其实要准备过去的时候，然后有超级多东西需要整理，蛮混乱的。但我也有整理出一些可以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今天不会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，像衣服、裤子啊、盥洗用具之类，就是大家会记得，我就不讲了。那我来讲一些杂物哦。那我来分享第一样，洗衣篮。那这洗衣篮我特别去买小一点点的，所以以后要自己开始自己要洗衣服，可能要一个篮子装脏衣服去洗。那要洗衣服，那我们就先教洗衣服的东西。要洗衣篮，所以就要有洗衣袋。想说因为是跟外面共用洗衣机，所以所有衣服都要放在洗衣袋里面，而且衣服不容易坏掉，所以就准备了一些洗衣袋。其实不是我准备，是我妈帮我买的。衣架就是要记得。那想说袜子晒在外面，如果用正常的衣架感觉很容易飞走，所以就买了这种衣架。我想用袜子直接夹到这里，应该可以理解齁，就是可以夹蛮多双的，在一个五金行买的。好，那刚才讲完主要是用洗衣机洗的衣服，那我们可能还要自己手洗，所以准备了手洗机，以后也要自己手洗衣服用的手洗机。那我们讲完洗衣服方面的，我们来讲讲收纳方面。首先呢，我就买了两个篮子，我想说这个可以放我椅子底下，有一个空间可以放进去，可以放一些东西在里面。那这个呢是可以提的，提起来。我想说可以放盥洗用品跟洗面乳还有浴巾在里面，然后提这个去洗澡，而且这有很多洞，所以水会比较好漏出来，这样就漏在浴室啊，不是寝室里面。还有这个我真的超级无敌推荐大家买的，这里你看，就是它超级无敌方便，它可以把你的衣柜分层，因为宿舍的衣柜它都是一大格嘛，这样下面的衣柜很难拿，所以就买了这个分层的，然后把它绑在我的宿舍的衣柜。那它是在 IKEA 买的，它有白色跟灰色的，然后我当然不可能有业配，所以这个是真的非常好用，我自己在家也有用，对，推荐给大家。然后它有分五格啊、六格、七格吧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长度。还有两个也是收纳的盒子，而且这两个是我的亲戚帮我做的，所以非常的好用。它是软的，所以我扎头的话就不会痛。对，我想要把它放在我床的附近，因为有时候刚睡醒之类，可能会把东西这样用掉，所以这样比较不会危险。然后再来是一个钩子，但它很便宜，而且我觉得它感觉很实用。江江就是这个，然后我买了三个，它是一个钩子，然后下面有四个，所以可以感觉挂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可以放包包，这很好用，而且很便宜，就虾皮好像十几块钱而已。但它虽然感觉就是材质没有到非常的好，但它的整个线就是没有收边收得非常好，但我感觉它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，很值得买。再来讲一下各种瓶瓶罐罐，但是疫情期间嘛，所以一定要有酒精，这两罐都是酒精。然后这个是补充的，补到这里面，就是一回到宿舍可能可以喷一些外出用的东西，这个非常方便。然后这个是洗碗巾，就从家里带，这感觉可以用很久，因为可能在宿舍都会吃很多外食，所以要洗的几率也不太高，但还是备一下。但我目前还没想到菜瓜布到底要放哪边，还是室友共用，可是感觉有点恶心，皂盒不知道可不可以放菜瓜布，反正先暂定这样。再来也是防疫相关的洗手乳，就是一罐小小的洗手乳，这样比较不占空间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样，就是可能女生很需要镜子两个。我镜子为什么要两个？我希望是这一个比较大的，它可以直立的镜子，它可以放在我书桌，就不用一直跑去厕所照。OK， 那这个因为我睡上铺，所以我希望这个镜子可以丢在我上铺的床上挂篮里面，我在床边就可以直接拿来照，超级懒惰的，我不愿意走去厕所。那我还有一样东西，它还没到货，它甚至还没出货。那它是一个床上挂篮，这里它就是给你在上铺旁边挂着，然后你可以拿东西比较方便。宿舍杂物最后一样，就是如果要装可爱的话，要记得带一只娃娃哦，要抱着睡觉哦。那
宿舍杂物就分享到这边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问我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推荐的小物可以给大家，我没有讲到的，你也可以留言告诉大家，我也会看到。那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宿舍小物有哪些。谢谢同场加印，我想要开箱一个东西给大家。是呢，我的手机壳到货了，对啊，那我忍不住已经先开过了，超级漂亮的，我买的是犀牛盾，我非常喜欢犀牛盾的手机壳。那开箱给大家看，分享一下。我很喜欢红色，快速组装。这是我自己客制化的背板，我真的很喜欢手机壳上面出现我自己的名字，有一种专属于我的感觉。这是我的背板，就是大家很常看到那张照片。这就是我的手机壳啦。那这个背板是我自己客制化设计的。那为什么我都只有这张图片呢？因为我只有画这张图片，所以我都是出现这张图片。那它其实有一个白色的字有写我的名字，我想说不要这么清楚，隐隐约约的这样。其实我很久以前也有客制化另外一个手机壳，就是这个。那它已经有一点岁月痕迹了，就是那时候的名字比较清楚，后来想说要用一点低调款式，所以我就换这种感觉比较隐隐约约才能看到我的名字的。那我没有很浪费哦，对吧？我上一个手机壳是一年前买的，然后我已经就用很久，我想再换一个新的，所以我是一年换一个手机壳，应该还 OK 吧？希望是这样 ，OK。好啦，今天真的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